中纽约台北经文处在曼哈顿举行中华民国105年国庆酒会，当地政商侨学界超过800人热闹欢庆。其中政界资历深厚的纽约州联邦议员兰格特别亲自与会献上祝福。兰格称许台湾是美国紧密的贸易伙伴，更是安全的重要伙伴。Rango 特别来道贺，强调我们跟美国之间两国双边的关系深厚，特别强调支持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都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的。另外，纽约州参众议会、纽约市议会、纽泽西州、康州议会也送来贺函，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先前联合国在纽约召开大会，友邦伯琉驻联合国常代奥托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友邦品牌联署信函，他也亲临国庆酒会现场，代表友邦驻联合国常代致辞，恭贺中华民国国庆，盛赞台湾在经济和民主的卓越成就。经文处特别感谢友邦在联大为台湾发声，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世卫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